3月29日，极限挑战第七季发布官宣海报，定档4月4日。首发阵容极限男团雷佳音、岳云鹏、王迅、贾乃亮、郭京飞、邓伦全员回归，更有新成员黄明昊加盟。本季极限男团将以一起去看幸福为主题，带领观众再出发。极限挑战陪伴我们走过了5年，每一季都会有新的惊喜。人员从第一季的黄渤、孙红雷、黄磊、罗志祥、张艺兴、王迅，虽然人员进行了大换血，但是节目依然精彩。相信新成员的加入又可以给节目增加更多的看点。网上的路透可以看出，第七季的极限挑战赛又增加了常驻嘉宾黄明昊，新加盟的三人人气都非常高，特别是邓伦，在此前就是备受大家的关注的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